吃菜卷。洗白那应该是。礼拜六、礼拜天好用的。这杯靠边，明天。那帽子呢？啊，是啊，我的衣服的。
多少？你到那去吧，看看这几天来，看看做到来昆明家。小孩子来昆明家也得进来。对，反正是做饭的好。反正来昆明家也我进来。多问你一种我的家，你咋成了我弟了呢？都。因为它发达了。Thank you.
再回来了。
没事，没事。